见到演员抢道具吃，你知道这个有多好吃吗？由孙俪主演的大陆韩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，剧情很虐心，但剧中另一个亮点是超诱人的陕西美食。您的辣椒、香菜、糖蒜，馍您自己掰啊。烤全羊，这些全是大厨现场烹煮，简直像在上演一出。孙俪饰演的周颖最爱吃的陕西甜点靖糕，也是贯穿她和吴聘感情的关键。这靖糕一共分七层，每一层的滋味都不一样。我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靖糕，吃的是靖糕，品的是你和我的日子。能够让我吃完这碗胡辣汤吗？老爷大难临头，仍不忘再来一碗的就是胡辣汤，由牛肉丸子、马铃薯、胡萝卜等蔬菜熬煮，撒上胡椒粉、花椒粉等，最后勾芡淋上辣椒油，麻辣鲜香，营养又开胃。再给我点一碗。太好吃了，孙俪吃的这么发自内心，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吴聘哥哥也最爱吃我做的葫芦鸡。这道陕西名菜必须先煮后蒸再油炸，经过三道工序，皮酥肉嫩，口齿留香，也难怪剧中演员都抱怨越演越肥了。吃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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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